露露又有新节目啦，这次要搭档曾宝仪一起主持音乐节目，能跟这位姐合作完全是太开心。说来也恶心，但我们俩是真的，就是当时听到说要主持这个节目，然后 partner 是宝仪姐，然后我们就也都没有多想，说好，我要钱。真的？什么？我要钱？我要接。因为这个节目之前就是得过很多奖，然后呢？大家有这次有信心可以。你刚刚哽咽的意思是？因为我突然想到维基百科的那种，应该可以打，就是把那个打破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矛与盾的大对决，就是因为万生那么常得奖，然后我那么不常，我没有得过奖，无一获奖，这样子碰到，到底谁强？到底是我强啊？我没有得奖还是啊就得奖？啊，拉扯一下。我也想看看，这是一个很棒的测试。对，有一种赢不了就加入他的概念。跟金钟无缘，露露是能开心自嘲。不过说到和男友的感情进展，她立马变尴尬。七个月的恋情似乎有了变化。最近跟男朋友感情啊？怎么了？这个脸是怎样？我们还突然觉得一阵累。他哪有时间啊？你知道我每天看着他，我都真的很想跟他说，你有时间，你真的给我多休息。真的是以多休息多休息为主。应该还不是单身吧？是在讲那个。那个你的那个舞台剧，哦，单身猪队友，我是单身猪队友，我现在身边都是姐妹们，对，都是姐妹们在陪我，然后露露正在单身猪队友这样子，你这样我们真的会下标了。单身猪队友，露露现在是单身猪队友。对此，露露经纪人则表示是开玩笑的，如果有变化会分享，真的是让人雾里看花。